是可以猜对人的年龄，试试看可不可以猜对你的年龄吧。看他怎么猜。请轻轻地把手放上来，并看着我的眼睛。这样看起来意外的，你看起来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吧？我知道了，你的年龄，开门见山的说，25。答对了。猜错了。如何的？猜对了吗？不对。再低一点。果然是这样的吧？其实我也是认为年龄应该再更大一些，只是给你一些甜头而已啦。可以改天再来试试看吧，说不定会出现跟今天不一样的结果啊。靠完了他。